这样子要比较好走路。你拿到一双鞋出来，另外一双鞋放进鞋柜。哎，你去这边站着。这个是谁的？安琪，我去拿。一姐，快点，去上厕所。一张桌子至少要站三个大人，三个孩子，五个大一小。请把另外一双鞋子放进去鞋柜里面。哎，你头发要小心，那个会卷进去，也没电了。